北港妈祖病院长期关心地方的长辈，除了在附近乡镇成立落地据点，针对北港镇内中正院方嘛，伫病院内底成立照顾据点。即间据点课程邀请到知名的艺术家陈显武，甲大家做念面啊，念面啊，唔那是一项传统手艺，嘛是真侪老大人的回忆，大家拢做甲真欢喜。真的。在底下啊，下面到底。老师带着大家做念面红啊，在场的长辈是拢感觉真趣味。北港妈祖病院伫病院内底开设落地据点，服务北港镇内长辈，提供因一处学习活动的空间。这间更是邀请到知名艺术家陈显武来教大家做念面红啊，真侪长辈拢真怀念这记忆当中的手艺，是拢做甲真欢喜。以前去菜市啊，吼，有看到人咧做这个面面的，很喜欢，就在排队看，看起来很有趣，现在有老师教的很好，很快乐。今仔日做这只金兔，老师来教这袂歹啦，这只金兔，拢是老师甲咱。到帮忙到家啦，无我嘛袂晓做啦，做这金兔袂歹啦。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以那个捏面做传统的手艺来做素材啊。那因为今年是兔年，所以咱家里用兔啊做那里主题啊来呈现哦。捏面这是咱中国本来传统的迄个手艺哦。我讲因为这老大人吼，因早期拢有生活中哦，咱的庙会。哦，拢有这个捏面人那个摊位，你要摆，对人讲是足亲切的。哦，因为像时代进步，这物件慢慢无去啊，所以咱最少好了解讲哦，这物件的存在，哦，爱当好去参悟。艺术家陈显武表示，这间的课程除了让长辈当用怀古治疗的方式，让心情更加开朗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也会当加强因的手眼协调能力，以及手部的活动能力，会当讲是好处多多。因为头讲过，就讲因为这捏面吼是咱中国传统文化吼，家老大人因为早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吼拢做伙，就这个方式吼，互因增加他们的手的触感。会当更好势，吼，个手眼协调会当做较好势，吼，透过这制作过程中，吼，会当互因慢慢对咱的机能性会当，吼，愈来愈好，吼，愈来愈稳定，愈协调。因为这课程吼，离咱这是第一遍实行，吼，老大人也真欢喜，吼，因也对这咱老对这这主题吼，甲这素材吼，也真欢喜，真亲切吼，做也不亦乐乎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捏面红啊这款传统的工艺已经慢慢的消失。透过老师伫课程顶端的指导，然后长辈想起过去，嘛，互因学习到更加侪物件。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。